我自己講咧就唔係好公平，我知道其實我唔覺得我自己靚。我知道，即係明。如果我講嘢唔公平嘅話，唔會大聲講。即係我成日覺得，其實呢啲人咧，你好多時候唔係個外表嘅，係佢個成長過程啊、屋企啊、身邊朋友環境啊，而成長嘅時候造成一個性格。咁每個人都有自私嘅，有貪心嘅，係咪先？咁自在當然少，點樣自己去經歷、去調養自己嗰個心情咧？呢個心都好靚啊！所以我有緣分，所以今一世先會見到，可能係，但可能下一世，可能我坐喺下低，你唱翻歌俾我聽。自己細個時候見到好多長輩啊、伯伯啊，佢哋會年長咗。咁其實最緊要就係開心。我哋每個人都係嚟到地球出世，俾爸爸媽媽照顧，然之後細仔爸爸媽媽，然之後出社會做嘢，做自己或者幫助好自己社會入邊自己所付出嘅努力，幫助到自己之餘，亦都幫助好成個社會，係咪？咁啊！開開心心嘅時間有一個時間去做下自己想做嘅嘢，咁就一世人好快。谢谢。